说今天都不是一切。噔噔噔噔噔噔噔，开了开了。Hello， 大家好。哎呦哎呦，这，总君一般几点开？他应该是8:30开的，但是他提前来了。我这个应该这刷的有点快啊，我怎么给那个管理啊？好的，我看看啊，这个。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啦啦啦，好粉，好粉。很粉吗？应该还好吧。那我要再调的白一点吗？我怎么没有看到兔兔你啊？你好，晚上好呀，大家晚上好。哦，我看到你了，兔兔，但是你又一闪而过。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好嘞，好，那个既然把兔兔也给设好了的话，我应该就可以安心了。你看我的这根刘海真的好烦哦。大家晚上好，我把这个弹幕放在哪里会比较好？哦，我现在开直播的话，我是不是也能在那个网站上面看到我自己啊？我看看啊。首页，然后呢查看更多，怎么都是美女，没有一个是我。这个要在云村上面应该会能看得到吧。Hello Hello， 欢迎啊，谢谢你们来看我哦，这才26分就过来了。Look 直播。是不是得搜一下我自己啊？好一遍，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你们好，你们好，搜你的名字。哦，我看到我自己了。好，你们好，搜你的名字。哦，看到了。怪尬的，看我自己的，哦，是我，这必须要安装系统组件，你这是在逗我吗？浏览器英文是 Explorer 好像是。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等一下哦，大家，我找一下我的浏览器在哪里，我的桌面好乱呢、啊。我看到，今天是对专门主要是来唱歌的，但是我现在我这个浏览器它有点问题，我得要修复一下，等我一下啊。哦，这里还有个，还是要咳嗽。我这个不是紧张，是他就是真的，我感觉我的肺可能有些问题，我得准备等疫情结束了，然后我就去医院看一下。感觉肺里有毛那种感觉，暂时不要喝一口这个什么那个之前小粉丝给我推荐的，说那个喝丑柑，然后还有就是我妈妈煮了那个梨汤啊，那样子。哦，对了，大家可以加个粉团，待会抽奖的话就能抽到你们了。然后以后我要是有更新的话，你们也都能就是收到。哎，你们知道吗？这个瘦脸都拯救不了我，我这个脸还是很肉啊！妈呀，瘦脸都拯救不了我的脸。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哦，你们头上前面写了个名媛两个字，应该就是开了那个粉团吧？一块钱还是几块钱，我也忘了。PC 端已经卡死了，很卡吗？这咋整呢？6块6毛钱，哭了你们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开视频直播，还是蛮不好意思的。不好意思，我咳了个那么响的咳嗽。等我一下哦，我看看。哦，粉团在左上角，左上角这个位置吗？在左上角有个小爱心，有个小爱心，然后那个爱心点一下，好像就可以加入粉团了。欢迎加入，下次就对。下次就可以收到我直播的消息，然后还有就是，这里是不是有个白底儿啊？哦，是我的帖子，然后就能收到消息，再加上还有就是抽奖的时候抽到人，抽到就是粉团的大家。哦，8点半了，哦，时间过得怎么这么快啊？好嘞，既然8点半到了，那么我先跟大家好好的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囧君，新年快乐！虽然新年还有很久，但是先给大家道个早年。然后我第一次开这个视频直播，然后虽然你们说可爱，但是我知道这个还是蛮丑的，因为我是觉得我的脸真的太圆了。然后对。就反正，唉，很不好意思，但是也很开心你们来看我了。哦，这是在抢红包吗？我自己可以抢吗？我应该不能抢吧？看看啊，编辑公告，哎，这还可以编辑公告的吗？我看看，取消。我第一次用这个，我还不太熟。未来的，等我一下，我编辑一下这个。未来的，每天晚上8点钟到10点钟，阿囧会出现，跟大家聊聊天，唱唱歌。好，就这么编辑吧。哇，我真的好像有点问题啊，这个浏览器它说我的那个 Adobe Flash Player 需要更新了，我来更新一下好吗？等我一下哦。等到大家人再来的多一点，然后等到35分的时候我再来说正事吧。现在此时此刻让我安装一下这个Flash Player。我的姐姐找到我了。Hello， 我的姐，你在看我吗？这个此时此刻我想你也能看得出我的尴尬。因为我这个想看一下网页的我自己嘛，但是他那个 Flash Player 出现了问题。为什么我现在看大家的弹幕没有弹幕了呀？是因为在抽奖吗？这里只显示大家加入了粉团，但是哦，可能在抽奖的时候就没有弹幕了吧。变得很有钱，等我一下哦，开一下这个浏览器，然后呢看看我自己的直播间。显示了。哦，有延迟。我看我自己有延迟，哎呀妈呀。好，那么现在呢已经快到35分了。
我也可以说正事了。什么正事呢？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直播，然后就是未来的每天的每一天哦，每一天的晚上8点钟到10点钟，我会就是来录个直播和大家聊聊天、说说话，然后但是不是每天都会像我现在这样露个脸那种，因为我也不是靠颜值，我这种也不配靠颜值，就反正就是跟大家说说话，然后聊聊天那种。对，那么现在我要说的就是啊，对，希望小粉丝们就是来看我的话，想要得到早一点的这个就是提示，然后再加上就是可以抽礼物啥的，那么就要加入粉团啦，也就是在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的一个小爱心，然后点一下加入粉团就好了。好，然后还有要说的事情就是我看看啊，哦，这个反光为什么。还有事情就是9点半的时候呢，会从粉团中间抽取15名幸运的小粉丝，送那个零食，哎呀打到手了，送那个零食大礼包，然后呢从粉团再随机抽5位小粉丝，送那个一次性的防护口罩1盒50个，然后10点钟的时候呢10点钟的时候应该就是要结束的时候了，然后粉丝贡献榜日榜第1到3送漫展囧军那一届的，就是送我会去的漫展的那一场的门票，然后呢还送那个晚场音乐会的 SVIP 门票。对，然后第4名到第13名呢就会送我的签名海报，这个对我的口播好像还不太那么对吧，顺，对，大致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接下来就是给大家唱歌了，但是我怎么看不到大家说话呢？等一下，我想问一下那个兔兔他们这个到底是怎么开聊天的那个，就是我问问兔兔怎么看到大家的弹幕。谢谢你们送我这些这个什么干杯，然后呢这是什么，哇哦太快了，都看不到。就是此时此刻我这边能看到的都是就是加入粉团啊，然后送这个礼物的东西，我看不到你们的那个就是弹幕。哎，我想看到你们是在说什么。真的恭喜风鸣囧军等级提升到11级，bling！但是我也没干什么，谢谢你们把我顶了上来，这个升级还挺快啊。但是为什么我看不到大家的弹幕啊？这咋整啊？那么我看看啊，现在我先唱首歌吧。接下来要给大家唱的歌呢，第一首是叫做《吉利歌》，之前很早之前发的。我找一下歌词，都看不到吧？先继续吧，好吧。好，那么。在唱之前让我喝口水。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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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声，好，我准备好了，准备冲。我看看啊，歌词在这里，然后呢伴奏
好，准备好了吗？我要来唱歌了，怪不好意思的。哎呀，这个刘海真的好烦哦。好了。爆竹声唤醒街巷，熙熙又攘攘，屠苏酒浅尝，欢桃覆铁砧伏紫旁，劫财首领揽家劫怨和邻家里坊，可掬二郎还，无忧辞别陈黄。我斩落雪湖中残酒寒霜，竹杯碰茶浅汤，思故友披拂檐下，铃铛翻脸一层层清香，只愿东方为我活现，此二两莲子根炖冰糖，乘歌五月桂竹兰江尽，是属你的虚张。谁能续丝续不思量，披灯笼罩暖故乡，飞竹影间窗花忙，何日再归来花叶长，待眉间雨又墨香，云如令人心上一壶，大道明月光，天晴水色波澜清扬，此刻微笑问一问相望，岁岁年年春秋之王，彼岸西楼处数数时光。哎呀妈呀，嘴瓢了，这个歌好带感。爆竹声唤醒街巷，熙熙又攘攘，屠苏酒浅尝，欢桃覆铁砧伏紫旁，劫财首领揽家劫怨和邻家里坊，可掬二两还，无忧辞别陈黄。雪湖中藏酒寒霜，竹扉碰茶浅汤，披拂檐下铃铛翻眼里层层清香，我这柳叶吹作小调吟唱，三溪香满洛阳，笛飘过玉门城墙，几曲和声迢迢远方浪，古雨清风借清风在心衣上，两眼穿梭成双囊，江淮烟影飞草长，今世是你的诗行。谁能续丝续不思量，提灯笼照暖故乡，飞竹影间窗花忙，何日再归来花叶长，待眉间雨又墨香，一壶皎皎明月光，天晴水色波澜清扬，此刻微笑问一问相望，春秋之王，平安西路寻常，注视世如王。好像还行，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就是我今天在练的时候，总会觉得嗓子里卡了一口老痰，就很难受。谢谢，哎呀，我能看到你们的弹幕了，我能看到你们的弹幕了。Hello，Hello， 欢迎大家来看我哦。然后真的就是我第一次这个视频直播，可能我想等我唱完然后去微博一看，哦，怎么都是表情包，希望大家截图我的时候给我截得好看一点，谢谢。
就是虽然没有那么严重的偶像包袱，但是还是比较女孩子嘛，都是比较介意自己这个相貌的，还是希望能好看一点的。喝水，啊，我倒点热水，对，倒点热水。欢迎大家来看我。那个，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聊聊天。你们是想听我聊聊天，跟你们聊聊天呢，还是就是说让我继续唱歌呢？其实我今天咳嗽应该，好吧，也没有好多少了。谢谢 H6 送我的萌萌的柴犬88只，哇哦，谢谢。聊天，好嘞，那就聊天吧。哎，你知道吗？就是这种视频直播，然后我想跟你们聊天，我就想看弹幕，但是又想看着大家，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就是很，啊，蛮纠结的。那我就，先看弹幕吧。你们都在夸我又紧张可爱，我紧张是真的紧张，因为我真的是就是第一次嘛，然后这个美颜功能还是挺强大的，其实说实话，它把我就是弄得还是瘦了一点，然后这样也看不出就是有那种瘦脸的明显的瘦脸的那种，哎，反正这个特效还是挺好的。咳嗽，嗓子，我的嗓子没问题，不要慌，不要慌，OK，我现在嗓子还是 OK 的，可以放一点背景音乐。我也是啊，是不是就只有我讲话会比较干涩无聊？那好吧，我们放个背景音乐。说起来，在开播之前，我吃了一碗牛肉汤，然后现在好饱啊！我刚刚唱的是那个，我唱的是吉利歌，对。对，我看看啊，粉团，哇，大家现在已经有500多个了。欢迎500个粉团的大家，就是未来继续来看我哦，就是看我读英文书啊，或者是什么的哦。哦，书在这儿。哎呀，拿不到。好。天哪，囧君露了个好丑的表情啊！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虽然很丑。但已经做出来了，就没有办法。这是我就是想给大家读的书，就是这些书，可能是我未来就直播的时候会跟大家读的。怎么办呀？囧君刚刚弄了个好丑的表情，不许截图我。我已经很毁了。对，就是那个，啊，这是反着的。就是有飞鸟集啊，然后像那种就是一些很甜的那种小诗那种感觉，就是英文的，然后就会读给大家，有点面子嘛 好，那么想捏我的脸，我捏给你们看，就很。放个伴奏吧，最近我很喜欢听的一首歌。哦，音量会不会太小了？我看看你们的弹幕啊，感冒了吗？没有感冒，我只是单纯想咳嗽而已。没有改，只是他这个粉丝团乳酸菌已经被抢了。所以我就只能用。你们能听到 BGM 吗？I'm so bad bad。
这首歌叫做 Wanna Be， 是那个 ITZY 的新歌。你们可以看到我后面吗？好乱啊！我其实真的就是在看你们的弹幕，想跟你们聊聊，但是大家刷的好快啊。怎么有种在上课的感觉？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上英文课。总君的化妆品真多呀。嗯，是蛮多的，是蛮多的。山君吗？山君，山君应该睡了，他在外面，就是阳台那边。可以看见你们呀，总君的发际线啊，我发际线是蛮高的，你们可能不敢相信，我已经用了那个就是发际线的特效，尽量压下来一点，但是我的发际线就是这么的高，你能拿我怎么办？喝口水。谢谢这个流星雨，对于这个我真的不太擅长。总之你喜欢庞蛋呢？喜欢呀，我喜欢呀，我超喜欢太太的。是一颗龙角散。是罗汉果，就之前不是粉丝推荐我说喝点罗汉果的这个水会好一点吗？我就喝了。不唱惊雷，不唱惊雷，我没有听过，而且据说不唱哦。小美女，我叫了，虽然不知道是哪一位，但是这个弹幕刷得很快，但是我看到了，是让我叫你小美女吗？小美女，我的美瞳是什么颜色？是棕色的。Unaffected by real life. Yeah, I watched Titanic and I didn't cry. I watched Pearl Harbor and I didn't cry. 叫帅哥，帅哥。嫌弃什么帅哥？美女可以，帅哥不了。可爱的过分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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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那么丑，你们也会觉得可爱？我的天哪！受宠若惊。总君多少度？我是125，两只都是125。那么，我想想啊，我们从9点钟的时候再唱一首歌吧。9点钟唱完，然后9:15再唱一首歌。然后9:30再唱一首歌，不不不，9:30再唱一首歌，9:15，算了，随波逐流吧。刷的好快哦，聊天聊天，好呀，跟你们聊天呀。总君喜欢女孩子吗？我为什么不喜欢女孩子呢？女妹妹们多可爱啊！就是说真的，每次我发自拍，就是你知道。P 图要 P 很久，然后就很不容易的一次自拍，然后就是你知道每次发到微博里面能看到大家评论夸我，我也特别开心，但是夸的都是妹妹，就是那种会夸的让你很开心的都是妹妹，就我当然喜欢妹妹啊，会让我快乐开心，这男孩子可能不太会就是夸人，就很没有那么多男孩子夸我好像。
准你喜欢男孩子吗？我嘞，喜欢。荒什么时候会发？嚯，问得好。荒这首歌呢，很快很快，也就大概暑假之前吧，应该就能发了。能不能再 wink 一次？ wink 一次，可以吗？我不太会，我不太会眨眼。哦吼吼，假酒唱歌。假酒唱歌什么？总之你可以叫我一声弟弟吗？这是个什么要求？弟弟弟弟。我喜欢的团很多，就像其实一般，我的姐姐为什么发了一个所以说你单身到现在是没有，不是没有原因的。哎，笑死我了。为什么这么说呀？突然妹妹妹妹叫啦，怎么没有人让我叫姐姐的呀？姐姐姐姐。总之你可以叫我老婆吗？这都不好意思啊。这都是什么花里胡哨？什么叫你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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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皮了。为什么这根刘海真的很不听话？就是最近疫情的原因嘛，然后大家不都是待在家里嘛，我也很久都没有出门了，然后我摘掉耳朵给你们，我摘掉耳机给你们看看，我就是刚刚瘦脸特效突然消失，就是我的头发都已经长得很长了，然后刘海现在应该也就这么长了。为什么头发炸了？还是戴上吧。一旦看久了戴耳机的我，这条耳机怎么那么丑？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瘦脸功能是真的很强，直到我刚刚摘掉耳机那一瞬，还有我就是拿书的那一瞬，我的丑还是很真实的。我从来不叫小哥哥，我都叫大哥。大哥大哥不要打了，大哥。打游戏的时候一般都喜欢叫大哥。显得脸好大，不是显得脸好大，我脸本身就不小了。看到了，小刀你好。看到了看到了。Creeper, what do you mean by creeper? 这首歌，这首歌叫做 Hate Me, Hate Me, Hate Me. 其实我的音乐歌单都是在我网易云的那个收藏夹里。总君的耳朵是精灵的耳朵，我的耳朵很大好吗？这么大，你看我的耳朵就相当于我的比我的嘴还大，我的耳朵甚至可能比我的眼睛还大，而且我的耳朵是真的很大。哎呀，快盖上盖上。可以唱干物语吗？可以唱这个和那个吗？当然未来都可以唱的，但是今天我已经就是有安排好要唱什么歌了。我的耳朵比眼睛大。那我现在唱首歌吧。我看看啊，唱首什么歌给你们听。今天有准备不少歌。给你们唱一首我去 KTV 必点的歌吧。换个坐姿。这首歌。
哦，伴奏声音可能会有点小。有人说我的颜值忽高忽低，我之前就是在抖音上面看到，其实我的颜值我都没觉得有高过，就很正常的一般的。为什么你为什么老是把空气全都吸光了，害得我你害得我在你面前呼吸几次需要叫救护车，别看我先别看我，我的脸红就快要爆炸了。那有什么，我是绝对不会承认我喜欢你了，怎么办感觉天有伞偷偷爱你，快乐又孤单怎么办，爱却不能讲，你真讨厌不来帮我的忙，你怎么可以这样笑容大白太阳，甚至比我还要更好看，我虽然无力抵挡但是日子还长，总有一天换你为我疯狂。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不讲理的就出现了，害得我你害得我连尽最后一点坚持又要全都毁了，靠近我别靠近我，到底离你多近比较好呢，完蛋了我完蛋了，我整个人眼眶就快要不是我的了，怎么办感觉天又酸偷偷爱你，快乐又孤单怎么办，爱却不能讲，你真讨厌不来帮我的吗？真的有没有人来帮我唱一下歌，我好累。你怎么可以这样，哦我说错了，等一下。你怎么可以这样笑容大白太阳，甚至比我还要更好看，虽然无力抵挡但是日子还长，换你为我疯狂。怎么办感觉天又散偷偷爱你，快乐又孤单怎么办，爱却不能讲，你真讨厌不来帮我的忙，怎么办感觉天又散偷偷爱你，快乐又孤单怎么办，爱却不能讲，你真讨厌不来帮我的忙，笑容代表太阳，甚至比我还要更好看。但是日子还长，总有一天换你为我疯狂，感觉天又酸偷偷爱你，快乐又孤单怎么办，爱却不能讲，你真讨厌来帮我的忙。唱完了吗？怎么办感觉天又酸，怎么办感觉天又酸偷偷爱你，快乐又孤单爱却不能讲，你真讨厌不来帮我的忙。Nice ending, good job. 嘿，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怎么办》by SHE， 是 SHE 唱的。欢迎大家，那个我想说什么来着？我应该先把背景音乐开开，然后继续跟大家聊会儿天。第一次直播就是视频直播，不太熟悉，希望各位谅解。好。怎么真假声切换？可能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唱歌其实比起真声来说的话，我是更擅长于唱假声的，就是轻飘飘的感觉那样子，那样说话就怎么着很轻松，我也不知道，就是你轻一点那样子就是假声了吧，我猜轻轻的应该。我也母鸡啊，希望要高考的孩子们一定要高考加油哦，然后呢我说再多都没有用，你们需要好好自己复习 OK。我现在在国内，不在加拿大，在国内呢。
中考的孩子们当然也要加油啦，然后呢你们也一样的是需要多复习，然后呢一份努力一份收获，你们复习多少就会得到多少的回报，然后呢你们分数就会考多少，所以呢不要就是为了求这个抱佛脚或者是求这种我的祝福来得来这个心理上的慰藉，不可以不可以，你要好好复习好吗？我没有卡吧，我自己看我这边的直播好像还是正常的。囧君后面在抖是吗？那应该是我的美颜太在这个后面在抖吧。我也不知道，天哪好丑啊。帮我写作业说什么呢？自己写啊，要自己写好吗？囧君高考多少分？我没有考过高考，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要是一直在国内上学的话，我的高考成绩，看我的表情你们应该能懂。作业要好好写哦。山君能抱过来吗？你们想看山君的话下次直播再来看吧，今天他现在已经很晚了，应该已经在阳台了，阳台他的小窝里面。说起来你们知道吗，我其实有涂口红，但是好像也被我舔的差不多了。囧君多高？囧君你们看我像多高的？2米8。哦，谢谢你们，我看起来这么高呀，哇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没有一个人猜对，我1米58，好像是1米58还是1米56哈，我也不知道，说1米2的有点过分了。守护之心，哎，这有一位守护是山君吗？这是谁啊？山山山山山，守护是什么意思啊？吓我一跳！我1米7，谢谢你啊，我也想当1米7呢，但是我不是1米7啊。介绍房间，好，那就先介绍一下我的梳妆台吧，你看像爆炸了一样。这么一个炮炸的梳妆台炸出了一个这么一个，我又没有特别好看，但是还算一般一般。有男朋友吗？目前处于单恋中，我喜欢吴磊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不知道，没有男朋友。囧君眼睛好大，你在逗我吗？我的眼睛大吗？谢谢你。我自己不觉得我的眼睛哪里大了，我的耳朵都比我眼睛大了。囧君，囧君喜欢看小说，我当然喜欢看啊，我喜欢看小甜文啊。想听我的键盘，熟悉的键盘声有没有？哦，你们甚至想看我的键盘吗？那就给你们看一下吧，就是我打漏键盘越狠，骂人越狠，但是我好像我很少能骂过别人，但是怎么说呢，虽然骂不过别人，但是我觉得那种就是只会骂人的那种很没有用，你要真的有用你就去 carry 队友好不好，哪有时间在那里骂的，一般都是很菜的人，一般我要是就是也跟别人就是争执起来了，那只能说明我也很菜。谁能告诉我这个成为守护是干嘛的呢？
守护我的吗？理直气壮，可不就是吗？加油！我长这么大没有谈过恋爱，不要刷了，越刷越难过。我也想要有甜甜的恋爱，但是我得不认识我呀，他不认识我呀。我假装哭一下，我眼睛真的红了，妈呀！总君多大了？你们看我上多大了？我不少了，不少了。就是其实我真的不少了，但前段时间我爸还跟我说，讲说你要继续思考，再读个什么，尽量读个博士，然后说什么一定不要早恋。我说我这个年纪了，我还早恋？我要是真恋了，我也不算早恋了吧。谢谢你们，居然还有刷十六的，谢谢谢谢，我看起来也不像个十六岁的孩子。二十一了。为什么喜欢吴磊？这是个好问题，可能因为他长得好看，然后他很阳光。哎，要说吴磊的好处，这个现在让我突然一说，我觉得还蛮多的，不知道从何说起。情人眼里出西施，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就你可能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怎么样都好看。就像我现在，我其实很清楚啊，我自己不是属于那种特别好看类型的人，但是你们喜欢我的话就会觉得我还可以啊，对吧？哎，这么一说真的很谢谢你们，就是很谢谢喜欢我的大家，我真的很荣幸能被你们喜欢。秃头博士，我哪里有很秃啊，我还好啦，秃头博士啥呀。总君骂我，我为什么要骂你啊？妹妹不要开玩笑，或者弟弟不要这样好吗？今天生日的孩子，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希望今天你的生日可以，我这个我也是第一次视频直播嘛，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丝欢乐。背着你瘦了没有？我没有瘦，我真没有瘦，可能是瘦脸这个特效救了我，我真没有瘦。你们看这肉实实在在的，实打实的还在这儿呢。放心放心，我没有瘦。总君，浪浪好，你好浪浪。明天还直播吗？明天直播。明天，哇，明天我四点到五点钟的时候去 B 站直播，然后之后再来这个 Look 直播。哎呀，我刚刚说了，Kill me。反正这个直播以后每天的那个八点到十点钟，我都会在这个 Look 直播上面跟大家见面聊天，八点到十点晚上。荒是合唱，是合唱，是和少爷的合唱。少爷，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昨天才听到那个大致的这个那个曲子完整的 demo， 然后少爷真的是声音很好听啊，就真的是就我很喜欢少爷的声线啊，然后再加上我觉得真的是很合适我梦里面的那个荒的那种感觉，得感。
我今天不能玩游戏，我以后直播也不会是打游戏，因为兔兔不允许我打游戏。而且还有就是慌这首歌到时候会是在网易云独家，然后就是只能在我们云村听得到，然后呢对，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听，然后希望你们喜欢。不知道的朋友我可以给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慌这首歌呢是我就是去年还是前年的夏天做了一个梦，然后那个梦呢完整版的这个梦可以去我的微博里，你就去搜慌这个字，它都会出现我之前发的那个，就是我把我的梦写下来了嘛，然后记录下来以后出了这么一首歌，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期待一下那个在网易云一发布。它跟倘若无我是差不多那种感觉的那种歌，但是不一样的这种啊，反正也是小甜曲啊，我这个人真的好喜欢写小甜曲的。囧君的口红色号是什么？我看看啊，38的，我用的这个它就只是不是那种特别那种好的牌子，现在我用的这个就只是个 Judy Doll， 就是那种平价的，但是颜色很好看，你们想看一下吗？我来再涂一下。这个主播在干嘛？他不唱歌，他在这涂口红。我怎么听得这么响啊？救命啊！就是这种红色的。是不是有点反光啊？囧君的夹子，清欢你好，我看到你了。我的夹子，你们是说这个吗？小熊猫的这个，是这个吗？可爱吗？我还有个小，不在这儿，反正我发卡还挺多的，太大了。太蠢了，太蠢了，我拿下来了。对呀，口红好吃吗？没有味道，应该有毒吧，这个东西吃多了不好。太秃了，我的头发也很厚啦，说什么要秃了？还好啊，我的头发你们看也很厚啦，哪有要秃了这么说我？还可以啦，哎呀，没有秃，不要这么的苛刻。Guess I'm a sucker for you。起掉了，起高了，我的调。囧君平时什么穿搭？我比较喜欢那种仙女系列的。慢一点刷哦，慢一点刷哦，有点看不动。看到你了，看到你了。囧君的发际线有点高，可能是因为我现在，你们是不是还没有接受就是没有刘海的我呀？我的发际线也还行啊，我觉得这都已经美颜都救过我了，怎么还不行吗？什么牌子的耳机？你看啊，你看这什么耳，什么牌子的？看到了吗？看不到了那就算了，看到了那你就知道了。美颜救不了，好好好好好，知道了啊。我没有办法，我的头就是发际线它就是这样子嘛。慢一点发，慢一点发。萌萌你好，鹅喝水喝了。
有录屏的。不行，你们说到录屏，我一定要把录屏的时候啊，我很丑的表情给截掉，不然太可怕了。想捏我的鼻子，我来帮你们捏，可以吗？还想捏哪里？脸也可以。整君会拍 vlog 吗？你们想看的话可以啊，但是我最近也不出，没有出门，所以也没啥好拍的。你们想看我拍什么呀？做甜点的视频其实我有想，要不然就是我做的同时然后拍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但是要是做失败了怎么办？居家 vlog 可以思考一下。坐久了有点累啊。你们猜我的坐姿是什么？没错，我现在是那种盘着腿这么坐的。慢一点哦，慢一点哦，刷的好快啊。做广播体操，广播体操怎么做呀？我已经好久没做过广播体操了。牵手手，牵手手，牵，好幼稚啊。可是我也牵不到你们的手，左手牵右手嘛，自己牵自己。唱歌好，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唱一首歌，唱一首之前我不是唱了那个毛不易的变有钱嘛，但是唱的不顺，所以呢这次给大家来再唱一个顺一点的。好，歌词你在哪里？天我变得很有钱，我会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自然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想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就可以把所有人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和离别。变有钱，我变有钱，多少人没日没夜的浪费时间。变有钱，我变有钱，然后故作谦虚地说金钱不是一切。毛毛的歌真的很好唱，我真的都希望我是个男孩子。哎，这样能唱的歌就更多了。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会买下所有男的一见的笑脸，让所有可怜的孩子不再胆怯，所有邪恶的人不再掌握话语权。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倒流时间。做贡献，只是想和他说一句我很抱歉。变有钱，我变有钱，多少人没日没夜的浪费时间。变有钱，我变有钱，然后故作谦虚的说金钱不是一切。我变有钱，所有烦恼都别留在在天边。变有钱，我变有钱，然后发自内心的说金钱它不是一切。我变有钱，多少人没日没夜的浪费时间。变有钱，我变有钱，然后故作谦虚的说金钱不是一切。我变有钱，在天边变有钱，我变有钱，然后
头发，在内心的说金钱它不是一切。哦，好像唱完了。哎呀呀呀呀呀呀！我得换个坐姿，我真的累了，坐累了还行啊。哎呀，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呀，啊，好累啊。我求求你了，刘海不要再掉了。看见腿了，哎呀，那真厉害呢！你这个，嗯，小，你想我的腿？哎，算了，老了老了，我现在想给你们再看一下腿，但是我的腿，拿不动了。炯君有涂眼影吗？有啊，是粉色的，但是好像被镜头吃了。炯君念诗，想听我念诗？没问题，但是应该先和大家聊聊天吧。要写作业的孩子乖乖去写作业哦，现在去写吧，不用担心，这个都会有录屏的，到时候阿团会发的。哎，哇，坐的我的腿好痛啊！哎呀妈呀！哦，看我的膝盖，哎。炯君自己在家吗？是啊，我自己在家呢。飞鸟集，看得到吗？但它是反着的。慢点刷哦，慢点刷哦。炯君身后有个人，你不要吓我，我胆子不大的。我后面有个人，你们在说什么？没有啊，我胆子真的不大的，没有人，我没有看到人啊，不要吓我。啊，对对对，就是那个，记得大家要点一下那个粉团哦，因为呢，这样呢就可以参加那个什么抽奖，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待会就要抽奖了。陈妈在我后面。看到我嫌弃的表情了吗？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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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了花手。那不是我的窗帘，那是我的墙。在说啥呢？炯君喜欢什么动漫？我喜欢那个会长是女仆大人，是我喜欢的动漫。哎呦，这个刘海真的是很讨厌。但是你知道，就是把它全部弄得很齐放在后面，会显得我的额头格外的大。哎，美丽和额头真的是不能共有啊。炯君 wink 一下，我刚刚 wink 过了，为什么还要 wink？ 那就好，再来一次，最后一次，嗯，可以吗？看我，看我，炯君一般几点那个？就我一般未来就会在每天的晚上8点钟到10点钟。然后给大家直播。啊，我是不是应该继续放个音乐啥的？不要问我在哪里哦，不可以说的哟。新歌什么时候发？新歌什么时候发？我自己都不知道呢。炯君的原名叫什么？我以为大家都知道我的原名叫什么了。我姓萨，和萨贝宁同姓。然后呢，名叫 Mandy。对 ，Mandy 萨。
谁呀？叫我小胡，停下来好吗？我真的自从那个钢琴老师真的很好笑，我跟他说老师，我当时怎么说来着？我说老师，我是小萨还是什么？人叫我小胡，小胡是哪位啊？不知道呀。硕硕和小双生还有少爷怎么认识的？小双生是我记得当时我听了他和排骨教主唱的那个《浮草为营》，然后特别好听，然后就喜欢上了小双生的声音。然后呢，我就鼓足了勇气，然后去发了私信，我就是认识了小双生，对，是这样认识的。跟少爷呢，我不知道少爷是怎么认识我的，但是就我之前在少爷认识我，就是来找我认识我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少爷的这个存在，因为我有就是听过他唱的歌嘛，然后觉得，哎呀，真的正太音真的是太可爱了，就对，就真的很开心能认识他们两位。我其实就是认识的人没有特别多，但是现在是比之前多很多了，但是就是怎么说，真的很荣幸能认识到这么多就很优秀的大家，就每个人都有自己很擅长的东西嘛，然后有自己的特色那样子，然后就反正能认识他们，然后也能交朋友，真的是太好了。Hanser， 我也就是之前参加那个展子的时候有认识他，真的超可爱啊！我就怎么说呢，会让我觉得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个母亲的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他像一个小女儿的那种感觉，特别可爱。三五也是，就是非常友好的一个姐姐的那种感觉，其实就很开心能遇到他们。我看看啊，兔兔给我发信息啦。现在有700多个粉团了，在这里面，然后要抽那个小粉丝了，幸运粉丝了。然后前十五名送零食大礼包。等一下会给我截图，让我念一下名字，然后截止到9:30。哦，可是现在已经9:32了。然后还有5个口罩会在前100里面抽，100以后看不到，你随机说五个数字，我随机说五个数字，从100里面说五个数字。那我想想，我说，等一下哦，妹妹们、弟弟们，我把这个就是给我安排的要说的这个给他说完啊。我刚刚说什么来着？从100里面说五个数字是吗？那就说我比较喜欢的数字吧，12。12，然后呢，22我也很喜欢，然后呢，77我也很喜欢，然后呢，66我也很喜欢，67。好，就这样吧。好，接下来我要干嘛来着？接下来我要读，就是有15位，就是得到了零食大礼包的孩子们，好羡慕。零食大礼包有我一份吗？好，那就是有叫做柠檬不萌 XELV 的妹妹，小狼几点了？这位妹妹恭喜你，爆浆梅子，你的头像截的我不太好看哦，我希望你截一个新的。没有啊，开玩笑了，你喜欢就好。然后月亮叫我摘星星 PL 妹妹，人间妆红妹妹，北欧10度以下的气温妹妹，我有读到你们吗？就是你们有没有就是被我读到的那个，有没有被我读到的孩子？锦鳞游泳你好，你也中了。然后浮生呀，你也中了。不把清酒当竹书，你也中了这个零食大礼包。还有萨曼迪的，不是萨曼迪的夫君，但是他是这个，对，你也中了，你好。总君家的安乃斯你也中了，
然后呢，君心似我心，苦苦相思一念重啊，师徒明月有点累了，师徒明月名字被占了，你也中了零食礼包，然后爱吃让我捋一下我的这个音，爱吃糖葫芦，爱刺糖葫芦的玉瓷书瓷玉瓷，然后还有 JX102714 的这个小伙儿，你也中了。好嘞，我读完了。有没有被我读到的孩子们？我想看看你们中奖的感受哎。有吗？哦，我是不是还应该再谢谢一下这个？谢谢成为我的守护的这位山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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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多山啊？然后贵族，哇哦，这么多，就是贡献榜，谢谢 H6。然后呢，谢谢这个师徒明月，名字被占了。还有不是，还有山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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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上来的？厉害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要去写作业的大家快去写作业吧。不过9:30你们还在写作业，真的很辛苦。早点写完，早点睡啊。喜欢梅梅吗？我喜欢啊。防弹我也喜欢，防弹少年团，防弹。啊，我刚刚说的那几个数字也抽到了，5个得到口罩的孩子们是寻3个水，然后浮尘暗月深，然后还有西西，好奇妙的名字哦，洛生君酒，然后还有爆浆梅子，爆浆梅子你又中啊，你又有零食大礼包，又有那个什么那个口罩，好厉害哟！会有管理私信联系大家，就是要地址的，到时候会寄给大家哦。直播到几点？直播到10点钟。准君，你太可爱了，我要举报你啊！怎么这么对我？这本书就是飞鸟集想给大家读的，你们要听吗？要听的话，我现在就读了。要是吗？这个弹幕有点延迟，我得看好久。但是读英语的话，是不是就得找纯音乐呢？好，等一下哦，安静的纯音乐，安静的纯音乐。好，阿炯要开始来读英语啦，先听你们的，喝一口水。没中的大家也不要难过啦，哎呀，这总会有，就是可能不一定真的会中啊，但是总会有幸运加到你身上的时候的，就也不要太难过，乐观的看待这一切好吗？这个这是一首，对对对 ，Grace 金红这个纯音乐是这个。我找了个歌单，它自动给我播放了。好，那么我现在给大家读书吗？之前啊，我给大家读到了，我看看啊，之前给大家读到的是第四个 ，It is the tears of the earth that keep her smiles in bloom。是要听我读英文还是，哎，你们说要不要就是开这个背景音乐啊？
我会说一遍英文，说一遍中文的。开是吗？好好好，开一开，但是把音量调小一点，好吧？怕你们听不清我的英文。慢点刷，慢点刷，不着急哦。我又把口红吃了。哦，是哦，本来还很红的，怎么又这样了？好，那我们现在先从第五条开始读吧。上次读到的是第四个。好 ，The mighty desert is burning for the love of a blade of grass, who shakes her head and laughs and flies away。浩瀚的沙漠渴求一叶绿叶的垂爱，但他笑着摇摇头飞走了。我觉得这种话就是真的很高深的话，得要自己慢慢的解读，慢慢的解读，读慢一点好不好呀？好好好，那我读慢一点啊。 If you shed tears when you miss the sun, you also miss the stars. 如果你因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会与群星擦肩而过。The sands in your way beg for your song, in your movement, dancing water, will you carry the burden of their lameness? 奔腾着的流水啊，在你路途中的泥沙正期盼你的歌喉和舞姿，你肯否在这脱足的他们而向前奔跑。我不知道这个字我有没有读错。这个好 deep， I don't really get it， but it's pretty deep to me。 哎呦，我点错了。哎呦，我点错了。哎呀，总君自己看自己的直播都想笑。哎，是英式发音吗？哦，我这个发音我不知道算是什么，就是加拿大那边的，因为加拿大这个位置就比较奇妙，它是在英国，离英国就是属于。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好像跟英国反正关系也很好，跟美国的关系也很好，反正就他们的这个口语口音也是有被这两个国家所影响，所以就你也不能说他是到底是哪一种口音，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口音。然后再涂一下，总君用的是什么牙膏啊？用牙膏你们也想知道？我的牙膏就是那个黑人牙膏，水蜜桃味的，是我现在用的那个。你们看我牙齿很白是吗？那是因为这个我开了一个这个美白的特效，它就会比自己的牙更白一些。是不是都能代言那个牙膏了？总君喜欢什么韩国女团？总君喜欢的女团可太多了，有漂亮姐姐的，我都喜欢。而且就也不是说只是漂亮，就是你知道又有才华，然后性格也很好，可爱的妹妹姐姐我都喜欢。喜欢的还蛮多的，你要说最喜欢的我也挑不出来，真的就都很喜欢。非得要说吧，我比较关注的应该就算是妈妈木了。因为妈妈木的姐姐们就感觉是那种很爽快，然后在一起就我觉得跟他们就给我的感受啊是那种就简单大气可爱的那种。什么口红，我不能这么一直说吧，因为不相当于打广告了吗？就
哇，刷的好快哦！兔兔姐是千月兔吗？对呀。怎么现在才知道吗？读书好，都差点忘了，涂完口红就忘记读书了。哎呀呀！好，第八条，你们说我是先读英文还是先读中文呢？英文吧。Her wishful face haunts my dreams like the rain at night. 她那可盼的脸庞如同夜雨一般缠绕着我的梦。这个好好哦，好美哦。Once we dreamed that we were strangers, we wake up to find that we were dear to each other. 有一次我们梦见彼此竟是陌生人，醒来后才发现我们还是亲密的爱人。好甜哦，这个。Sorrow is hushed into peace in my heart, like the evening among the silent trees. 悲伤在我心中安静下来，仿佛那夜色降临在寂静的树林。我说真的，这本书就是能写出这样的话的人是多么的就是有想法。像我，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写歌词啊或者是干嘛，就很容易，我一般写歌词就会把我自己的感受写出来，就是很白话的那种感觉。像那种就是很浪漫的叙述，我做不到。总君会转笔吗？我会转笔哦。转笔，笔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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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找。啊，找到了。笔转，但是我转的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的顺。总君会打响指吗？是这样吗？总君和兔兔是怎么认识的？也很开心的是，兔兔就是来先认识我的，然后我也很开心，很幸运。兔兔能够就是发现我，然后来找我认识我，真的，要是没有兔兔，此时的我应该在打游戏呢。打游戏呢。总君是不是近视啊？我是近视，但我的近视，你们怎么什么都想要啊？这个笔就是很普通的笔啊，不要用同款了吧，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正常的笔也能转啊。就我这个转笔好像也是从发呆还是什么时候，就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就这么转起来了。慢慢说，慢慢说。总君会摇花手吗？我不会摇。哎，花手是怎么摇的呀？怎么摇的？不会摇。同款发卡，这个发卡吗？这个发卡还有黄色的，然后还有绿色的，红色的，没记错的话。我的眼睛是125度的，还好，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就我觉得我是假性近视吧。现在就是比如说距离我大概有1米远的东西，我要是不戴眼镜的话，我看得很模糊。可以唱歌或者读诗吗？可以啊，可以呀、啊。
囧君会揍人吗？我为什么要揍人啊？囧君喜欢电音吗？喜欢啊，但是也是分什么样的歌曲吧，就有些电音歌就很好听那样子。直播到几点？10点钟囧君就要下播啦，所以你们珍惜我哦。下一次直播就不一定是露我的脸咯，当然我的脸也没什么好露的，就是好，那继续给大家读了。第十一个 Some unseen fingers like an idle breeze are playing upon my heart the music of the ripples。一些无形的手指仿佛慵懒的微风在我心间弹奏着缠绵的音符。What language is thine, O sea? The language of eternal questions. What language is the answer, O sky? The language of the eternal silence. 哇，大海啊，你说的是什么？是永恒的疑问。天空啊，你回答的是什么？是永恒的沉默。你们懂了吗？这个我是真的没太懂了。Listen my heart to the whisper of the world. 是不是读得有点快？ Listen my heart to the whispers of the world with which it makes love to you. 听我的心啊，听那世界的低吟，这是他对你爱的呼唤。The mystery of creation is like the darkness of night. It is great. Delusions of knowledge are like the fog of the morning. 世间万物的神秘犹如夜的黑暗，伟大无比，而知识的幻影却形似晨雾。好深奥哦！今天读到了第14个。其实我觉得有些词不知道我有没有读错，我希望没有读错，不然误导大家了。大家刷的好快哦！B-box Bou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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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unce。 我不会了。哦，兔兔给我发信息了，我看看啊。十点抽最后一波，十点钟的时候粉丝贡献榜日榜中前三名的送囧君参加的漫展的门票会送一张，然后呢还有晚场音乐会的 SVIP 门票，第四到十三名送我的签名海报。那以现在来看的话，会收到那个囧君那个参加漫展的那个门票，目前来看应该会是师徒明月这位妹妹会获得一张，然后珊应该也会获得一张，就是以目前来看啊。然后第四名和第十三名的孩子们会送那个签名海报。对，哎，说起来我也很好奇他们会送哪一张海报呢。就是因为我拍了不是就很多很多个海报嘛，然后有一些海报是挺好看的，有一些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小丑，虽然我自己也没有那么的好看，但是那几张是有点丑的。反正希望大家会喜欢吧。然后像我的签名，对，比较幼稚，但是我想你们应该也会喜欢吧。囧君的英文是怎么学的？我是很小的时候就出国了嘛，然后跟我爸他们
然后就经常，其实在国内的时候，就是国内小学的时候，我不是还在国内上学吗？那个时候呢，我爸就会经常播放国外的外国人读的那种英文的磁带，然后就会我每天早上一早起来，他会放给我听那样子，然后就我一边吃早餐，可能就一边听着那边的那 lesson one vocabulary，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就反正对，就是你需要多听，然后也需要自己去说，去多说，尝试去说，然后呢，你还要就是多背，就是单词这些东西，词汇量是真的很重要的，就包括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就写作业啊，或者是干嘛写 essay， 或者是写论文，或者是写那个就是反正小报纸啊，或者是干嘛，就你肯定是需要一些，你的词汇量就是越多的话，你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嘛，然后你也可以更加就是细致的表达你的感受，所以背单词是很重要的。我又给大家说了很长一段鸡汤呢。谁呀、啊？我刚刚看到有个人，这个背英文单词去了，可以，你有这个想法，我是支持你的。但是今天晚上还是尽量早点睡吧，因为你想，其实一个人的这个睡眠是真的也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要是要通宵的话，我第二天睡得不够的话，我觉得我整个人都是就精神特别特别差，然后做什么事情感觉都做不好的那种，所以睡眠还是挺重要的。好，会有固定时间吗？未来会有的，就未来每天的晚上8点一直到10点，我会来录直播，然后呢给大家读书听，然后也会给大家唱歌听。对，好，那现在给大家再唱一首歌吧，唱一首安静一点的歌。看看唱哪一首安静一点的歌。这首吧。展子目前还不知道哪里会有呢，关注微博会有提示。我现在也不知道呢。门前落花如雪，弹指半年岁月，寒风带来誓言，鹧鸪啼遍，你仿佛过眼云烟，留我一院落叶，思念随风翩翩，你隐形一卷，我推开那扇窗，天黑时来关，月光与我对望，泪点与成霜，也难免烛火照，心事都可笑，半襟上妆，日复一日在我心上。是的呢，偏偏昔日往事留恋，好梦因你浮现，远处日落之时，共襄炊烟，叹一句似水流年，偏偏不能如愿，烟雨是从前，撑伞搁一边，我推开那扇窗，天黑时来关，月光与我对望，泪点与成霜，也难免烛火
照，心事都可笑，满襟上妆，日复一日在我心上。天黑时来关，月光与我对望，泪点雨成霜，也难免烛火照，心事都可笑，半襟上妆，日复一日在我心上。完成了这首歌，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在睡前听的一首歌，然后就献给大家。好呢，那时间过得可真的是飞快呀、啊。那个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此之前，就是希望中奖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把你们的这个地址私信，然后发给管理员，好吗？然后要抽奖了。兔兔让我不要走，我没有，还没有要走。好，现在10点钟了，所以我们可以抽那个，就是前三名会获得那个中军漫展的门票的三位幸运小可爱，是哪三位呢？没错，就是我刚刚猜到的，我们的 H6， 然后呢，还有师徒明月。名字被占了，这位妹妹，恭喜你！哦，是个弟弟啊，不好意思，弟弟，恭喜你！然后呢，还有就是山，恭喜你也获得了总军漫展的这个门票。然后，对，欢迎大家漫展再来见我，就是没有美颜滤镜的我，是大概是这样的我。对，欢迎大家到时候来见我啊。啊，脸把我捏痛了都。对，然后剩下的就是第四名到第十三名会那个获得送的纪念签名和海报。然后那哪些呢？我来读一下。第四名就是我们的柠檬不萌妹妹，然后第五名是君心似我心，不负相思意，还有爆浆梅子木瑶。JX102714 不把清酒当竹书，炫目落日00000000000念意，人间妆红 Time Problem。 对，就是这些孩子们，刚刚被我读到的孩子们，恭喜你们中到了这个纪念签名的海报。对，好。记得中奖的孩子们就是去戳一下管理，发一下你们的这个地址好吗？然后就是包裹的那个邮寄什么的你们就不用担心那样子。对，反正就是去戳管理员吧。好，那么总军要下播了，兔兔，总军适合下播了吗？还是说总军还要继续再说点什么？还是应该跟大家说完了呢？嗯，天哪，今天是不是有 IG 的比赛啊？我没有看，没事，待会去看重播好了。嗯，比赛好像是明天哦。晚安，晚安，晚安，睡个好梦。明天见。哦，对对对对对，明天见。明天的晚上8点钟到10点钟我还会出现的呀，到时候见啦。嗯，我想想，对，明天8点到10点钟。好，明天见，明天见，拜拜，晚安，晚安。好，晚安。我应该怎么关这个？哦，在电脑上关，我差点都忘了。